成语故事系列，抛砖引玉。小朋友，抛砖引玉是指抛出砖块，引回宝玉来，形容用自己粗浅不成熟的想法或创作，来引出别人更好的意见或作品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抛砖引玉的故事吧。唐朝有个名叫赵古的人，从小就很聪明，能写出一首又一首的好诗。因为大诗人杜牧很欣赏他写的一句“长笛一声人倚楼”，而得到“赵倚楼”的称号。当时还有一位诗人名叫常建，他非常仰慕赵古的才华，一直想得到赵古写的诗句，但是两人并没有交情。如果直接去讨取赵古的诗作，会显得太失礼。有一天，常建听说赵古要到苏州游玩，认为是个天大的好机会。他心里想着，赵古来到苏州，一定会去灵岩寺。如果我先在寺庙里留下半首诗，他看到以后可能会帮忙补上文字。于是常建在墙上写下了半首诗：晚娃公畔十年寺，水阔云多客至稀。后来赵古真的来到灵岩寺，大家看到大诗人来访，都跑去围观。赵古看见墙上的那两句诗，心里想着，写得还不错啊，可是为什么只写了两句呢？他一时兴起，便请书童磨墨，提笔补上，闻说春来更惆怅，百花深处一森归。这首诗立刻变得完整又完美了。赵古离开以后，常建跑过来观看这首诗，经过仔细的分析，认为补写的这两句确实比自己高明，便赶紧抄写下来。常建为了得到赵古的诗，真是用心良苦啊。但是因为常建的诗写得不如赵古好，后人便将这个故事形容为抛砖引玉。小朋友，听完抛砖引玉的故事后，你还记得今天故事的重点吗？现在让我们带你回顾一下吧。今天的故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哦。故事的缘起是常建很欣赏赵古写的诗，一直想办法要得到他的作品。过程中，常建听说赵古会到苏州的灵岩寺，便在寺庙的墙上写了半首诗，引来赵古的好奇心，提笔帮他完成了一首好诗。这个故事带给我们的启发是，用自己不成熟的作品引来佳作，除了可以表达对他人的崇拜，还能美化原来的创作。小朋友，这样有没有让你更了解抛砖引玉的故事了呢？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动动脑吧。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将影片暂停，认真的想一想哦。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你有没有欣赏或渴望学习的对象呢？会透过什么方式认识对方？如果你是常见，会用哪些方式来获得赵古的诗？如果你是赵古，看到常见只写了半首诗，会有什么感受和做法呢？小朋友，上面三个问题，你有想法了吗？快和你的家人、朋友、老师分享吧。
成语小教室，又到了成语小教室的时间啦。今天的成语抛砖引玉，是形容用自己粗浅不成熟的想法或创作，引出别人的意见或好的作品。使用抛砖引玉的情况通常是谦虚的形容从自己开始做起，希望可以获得大家更多的回应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抛砖引玉可以怎么使用吧。这篇文章产生抛砖引玉的效果，引起大家的热烈讨论。他出钱出力来救灾，希望能抛砖引玉，让更多的人一同加入。与抛砖引玉相似的成语有投利引珠。听完故事后，你是不是更加了解了呢？小朋友，我们下次见。